你好啊，谭牧师啊。喂 ，hello，邝牧师你好。系、哎、好耐诶，冇、见真人。常常都见到你。系啦，上次真人咧就真系喺你拳赛嗰次，我记得好似系嘛。哦，系啊，系啊。嗰一刻都好模糊啊，自己。系啊，因为多谢你啊，你请我同我仔。去灣仔修頓係嘛？修頓嘅係啦，睇嗰場拳賽啊，即係畢生難忘啊嚇。咁其實因為我前兩日咧就真係都熟熟地啦，即係揾咗阿譚日全牧師咁樣咧去問佢，因為我聽日要講道啊，想用你嘅例子啊，咁我就好諗起咁啊，即刻 WhatsApp 問阿譚牧師，咁啊譚牧師啊。二話不說就話好啊，咁啊，跟住補個電話咧，同我講咗好多即係佢嘅經歷啦，咁樣嚇，咁我就抄到兩樣嘢嘅，一個咧就係喺蘋果日報咧嗰陣時你打拳咧，佢訪問咗你嘅，係啦，咁樣，咁我都一間擺條 link 咧喺我嗰個 trip 嗰度，咁大家都睇下即係阿譚牧師打拳嘅英姿咁樣啦嚇。咁另外咧，我又揾到真理報啦嚇，咁嗰陣時都應該係做嗰個訪問，咁就文字版嘅，咁我 po 埋上去，咁樣就講到阿譚牧師咧佢嘅經歷啦，因為譚牧師係叫邊稱牧師，仲叫做神打牧師，封咗你做啊，因為比較特別啲啊嚇，譚牧師以前即係大家都係同一個機構係侍奉啦，即係喺嗰度好年青嗰陣時去侍奉，係啦係啦。咁樣啦，短宣中心傳福音咁樣，大家都係師兄弟咁樣，係啦，咁就都好欣賞阿譚牧師嗰個嘅即係侍奉啦。阿譚牧師啊，你依家喺邊度服侍啊？咁樣講嚟聽下。我而家喺禮賢會大埔金福堂嗰度服侍，咁係一間細嘅教會啦，但係有做食物銀行、做基層嘅工作，咁係咯，侍奉上帝，帶人認識上帝。是我記得其實那個位置我去過呢都不是只是貧窮的人的，即都應該那頭其實都很多中產的，但是即為什麼你教會會有這個這樣的負擔呢？ OK， 其實我不知道你禮賢會在大埔是有兩間，一間是大埔堂，是啊是啊，就是房屋對面一座的，是啊，另外呢有一間它的分堂就在安富道，就是近大埔墟那邊，本身是一间幼稚园分校里面的，咁咧亦都好多嘅基层嘅人喺里边咯。咁因为近大埔墟啦，咁就比较多劏房啊、新移民啊，咁甚至一啲嘅有啲嘅家长啊咁样，咁亦都藉着一啲嘅机构同我哋一齐嘅合作咯，咁亦都帮了解系机构帮助我哋去发展一个咁嘅事工。更加重要咧，就係唔係淨係去派食物，係帶領到佢哋認識耶穌，睇到佢生命嘅改變。咁呢個係對我嚟講，好係佢哋成為我嘅同埋我哋教會嘅祝福。明白。咁就講多少少咧，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新移民啊，點解嚟香港攞好多？但係調轉佢哋係好漂泊，即係、由內地唔知邊度去邊度，最後嚟到香港。咁就好多時候都係單親家庭。咁單親家庭，我哋跟住應該問嘅問題就咁，個爸爸去咗啲咩？咁有好多背後嘅故事。咁反而讓佢哋今日喺呢一笪地方認識到主，到話俾你聽，原來喺生命嘅裏邊有一個主係唔放棄。咁係上帝俾我好感恩嘅事。係咁聽到都好感恩嚇，即係。其實很難得咯，因為做基層工作絕對不容易啊。其實係好多付出啊，係啊係啊。咁譚牧師想不如問一下啦。嗱，我今日想訪問啊譚牧師咧，就係、是特別想講你嗰個信主嘅經歷。而即係我喺上個禮拜咧，又訪問咗一位即係長輩啦嚇，李錦斌牧師啦。咁啊講到關於靈界嘅經歷啊，咁我又所以我又諗起你咯。咁樣，因為你啊，我有睇你 YouTube channel， 係多謝，係啦。咁所以我又好想即係去請教一下或者譚牧師嘅嗰個經歷啊。我都覺得
係好值得啲弟兄姊妹啦、啲觀眾啦，或者即係我啲片全部 public 噶嘛，即係有機會如果任何人睇到，咁可能都會有得益咯。即係關於正確嘅睇法，對於無論係靈界啊，或者你嗰個神打啊嗰啲咁嘅經歷，同埋信仰嗰啲嘅關係啊嗰啲經歷啊咁樣係啦。你講下，不如係啦，你自己嗰個信主嘅歷程，慢慢講下。OK， 同樣講認識耶穌同認識錄音啦嚇，咁神打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派別啊。咁我當時學嘅係錄音神工福音館嗰邊啊。咁咧就其實認識基督教會比較早啲嘅。我最早認識基督教咧就係屋企啊對面啊有間教會暑期咧就派一啲嘅單張，咁我阿媽接到就話要教啲小朋友做功課，咁就可以看住啲白燕仔咁。嗯，咁啊，帮我报咗名过去。咁啊，第一次咧就原来要祈祷，又要话俾人话，话俾我听有一个真神嘅。咁我都有翻过下啲主日学。咁但系咧，俾我感觉就好闷，即系个牧师话佢哋个神好真，但系就听佢噏咗好耐，都见唔到个神。跟住就等打康乐棋，咁就嗰阵时嘅感觉。咁另一就係嗰陣時都有人問我嘅，我好深刻就話，哎，有個耶穌愛你喎，為你釘十字架，你感唔感動啊？咁啊六年班就冇乜感動，咁直接講唔感動喎。我問翻佢，我記得，我話如果突然間有個人話俾你聽，有個阿嬸好愛你，肯為你，你會唔會好感動？任性。咁我嗰陣時心諗，我又冇叫佢愛我，又冇叫佢死，係嘛？咁我嚟屈下，即係玩下啫咁。咁所以咧就六年班之后咧就去咗一间嘅基督教嘅中学，咁基督教嘅中学咧就当然有宗教课啦。咁咧就最主要唔系认识主耶稣，系有一位同学咧就识标童，玩神打，哇，好坚喎！即系嗰个牧师噏咗咁耐，或者我翻教会都未见过，咁佢哋嗰啲 believe 嚟 bling bling 啊嘛。咁咧就系开始咧系。在那裡呢就學神打了，就是跟個同學，就是教怎樣標童啦，就是年輕人那些。有什麼現象的？其實是他請一個靈上身，嗯，就是你說關公好孫悟空好，其實是 believe 來的這樣啦，啊，又扔銅，整隻馬騮這樣啦，啊，那就覺得很吸引，就是很特別的一個世界。嗯，咁如是者就中一就冧班啦，第二年就俾人踢埋出校啦。咁，咧就出去开始咧就系，自己搵 part time 做，跟住翻学嘅，即系下昼就翻另外一间学校，咁啊上昼就翻快餐店，夜晚就去做 part time 帮人收快餐。咁，如是者咧就去到中学某一个阶段咧，记得有一次咧就有个。朋友收工十点几，咁咧就一路行，咁我嗰阵时咧喺鲗鱼涌嗰头，咁就佢话好唔舒服，好唔妥，咁就另外一个朋友咧就，咁嗰，那个话唔妥嗰个朋友咧就话自己系觉得好似撞嘢啊，咁另外一个朋友就，哎，我知筲箕湾有间神打馆，咁啊带你上去啊，专赶呢啲啊，咁而且咧嗰阵时咧。应该是14岁多一点，啊，就第一次去接触，不是16岁左右，啊，应该是第一次接触，就是上馆，上到馆，神打馆的里面呢就有个师傅就帮他驱了一些鬼，就小孩子想不想看些坚野，真是坚野，看看了，企稳啊，咁咧就佢哋有啲叫做過法啊，即係話從喺個壇嗰度攞啲法力就過落我嗰度，跟住咧用把刀劈幾下，一嗱劈唔入家咁樣，咁啊拜翻三下啦咁樣，咁就如是咧就係，是，第一次咧認識咗錄音神功揾人打咯，咁覺得好，覺得嗰個法力啊嗰，那個靈嗰度咧好似好真實嘅感覺。咁後嚟咧就一路都開始喺嗰度學啦嚇，咁就收尾一路學咗一段時間就停咗啦。咁，有段時間咧就到讀完書中午之後咧，
就定搬咗去神打館住啊。咁喺嗰度學啲進級啲嘅嘢啦。嗯。咁如果喺六任神功裏邊咧，主要係分四級嘅，就中、大、三山，跟住五類。五類就係一啲師傅級學嘅。咁我學到喺嗰度學到咧，就係、是、學到三山啊，叫做咁嘅。咁嘅程度啦嚇，咁唔同嘅神打茅家啊，佢哋有唔同嘅，譬如有啲講談數啊咁樣嘅地方咯。咁喺裏邊嘅時候就係、是、因為又搬咗出嚟住啦，住咗入去啦，喺樓下嗰度住咯。咁亦都有早晚裝香啊，都幾虔誠啊嘅事咯。咁就學習，即係嗰個其實神打裏邊亦都分。兩部分有主要，即係好大類分啦，就係、是、分明同同暗同。嗯，暗同即係話咧，我同你好似傾緊偈咁樣啦，但係其實我用緊我嘅可以用一啲我本身自己修練嘅法力咧，去處理一啲嘢，譬如寫符啊，或者叫做寫八字啊。寫八字咧，即係寫符咧，你就見到有啲王子啦，用啲朱砂筆寫啦。八字就是譬如用啲水啦，用劍紙啦，去寫一啲嘅形狀嘅嘢出嚟啦。嗯。咁另外一邊咧，嗰個就係用自己修練嘅法力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會用一個明同。明同嘅意思咧，就話請一個靈界啊，或師公去叫咁樣去上身，由佢哋咧去做一啲做一啲嘅事情啊。咁两样都要一起学嘅，嗯，咁样咯，咁就学嘅时间系咁样，咁有段时间就喺馆嗰度住过一段时间，嗯，明白。咁你喺嗰个经历里边咧，会唔会有机会所谓见鬼，或者见到啲灵体，或者有啲发异梦，或者有啲？譬如上身要做一些事是所谓行到一些歧视啊那些这样的事或者讲 预言啊或者之类的会的即其实温存打就是做这些事的是啊是啊第一样呢我们会喝符水啦、每个初一十五都要喝符水啦要拜咁跟住就夜晚会喺神打馆嗰度请同咯，即系请个灵上嚟啦。咁有时会食香啊，过刀啊咁咯。咁亦都有一啲咧，有几种咧，有啲会上嚟学，有啲会上嚟求助嘅人都会有啦。咁就喺见到嘅里边系曾经见过一啲灵。界嘅，即係嗰段時間，亦都見到一啲靈界嘅，譬如一啲嘅冤魂啊咁嘅事情啊，咁係幾驚。咁但係就當驚嘅時候，咪要學多啲咯嚇，即係無論喺就話喺嗰度去學多啲咯咁樣。咁就係啦。咁同埋嗰陣時咧，就幾鄙視基督教嘅，即係估唔到有人做咗個鬼啊！即系基督教系得个噏住嘅啫，系咪？咁人哋嗰啲，即系嗰阵时会咁样睇咯。咁就所以有都有基督徒我传福音嘅，嗯啊。咁譬如佢讲佢哋有永生嘅盼望啊，死咗知去边咁样。咁其实玩打嘅人咧都知嘅，即系譬如我哋会系如果系六任神功咧，就系佢哋到做法事，即系譬如全身写符啦，啊，即系入门嘅时候，最后咧会烧一套嘅衣。那套衣不是燒給個神燒給自己將來呢會成為一個道袍即是有一個來生觀、都就會是這樣有自己的信仰的世界、你說、會不會有一些的即其實 所以見到那些其所謂的儀式即是那些什麼食香過刀或者說做一些那些呢所以到基督教的时候有很多人、可以做什么做什么 我觉得是没什么的。嗯。即是那些所谓的异象那些什么不算得是什么东西啊。是。反而在那边会见很多。
咁就因為就係追求緊啲嘢咯。咁你話有冇啲預見嘅能力咧？咁就係喺我信耶穌之前嘅半年，咁我都同你講過，我好少講係見證到啊，因為都冇乜理呢樣，就係因為嗰陣時有段時間喺神打管住咯。咁如果接觸靈界嘅人都會知道咧，即係當一個靈界嚟到啊，或者話面對靈界嘅時候咧，係唔會有平安啦。咁嗰晚咧就係好辛苦嘅，知道有一啲嘅靈界嘅爭戰。咁我嗰晚咧就發咗一個好辛苦嘅夢，就喺兩個好大好大嘅船舶嘅中間，好深刻。咁我就喺度嗌救命。咁嗌救命之後咧，就發夢都識背好多嘅咒啦，都好驚。咁最後嗰兩個船舶變咗一道好高好高好大嘅門，咁我都驚到好犀利。咁我就嗌救命救命咁樣。咁佢咧就有一個雷砰砰咁樣。咁嗰雷咧持續到係令我成個人扎醒。咁嗰個雷係真實嘅雷。咁我一扎醒咗之後咧，就有一個好大嘅感覺，就係我唔再係。我就會問發生咩事，咁跟住就會覺得自己唔會再係錄音嘅，佢哋咁稱啦，唔會再係錄音啦。咁我會係咩咧？咁我有一個觀念就係、是、你會信耶穌，你係基督徒。咁我話冇可能，即係喺譚日傳嘅裏邊咧，你嗰個年代叫我去信耶穌咧，真係笑。我話俾人聽，人哋都唔信啊。咁就有呢啲咁嘅經。明白。咁后屘又点样去信主咧？其实咁样，好奇怪，即系喺整个喺社父连就好多嘅事咧，其实佢哋系可以做到。但系我发觉有啲嘢咧，人同人有啲嘢咧，佢哋做。咁我点解会信耶稣咧？咁好简单讲。咁后屘咧，我就同一个出嚟做嘢啦，就同一个女仔住埋一齐同居咁即係好聽就係共安居樂業，其實就共同安居，即係兩個都唔知道搞乜咁喺出邊，就我哋話同居就共同安居嘅，真係唔走出嚟。咁同個咁，但係個人開始大啊，即係知道咧，即係同一個女仔住埋一齊啦，即係面對好多生活啊、租啊、所有嘅嘢。咁我亦都係一間公司裏邊嘅一個主任仔啦。有公司的躲事啦。咁有一次咧，就嗰、那个我起身揾唔到公司锁匙，件事系咁。咁我翻咁都要翻工噶咁样吓。咁收尾咧，第嗰日嘅下昼就话咧，有啲唔系第二日话有人咧攞咗公司啲单，收咗啲钱，收咗啲数。咁咧就报咗咁我嘅经理就叫埋我一边。即係問我，咁佢話：喂，即係形容出嚟收錢嗰個女仔咧，好似你女朋友喎 ，Simon。咁問我係唔係啊？咁諗住 Simon 唔傾，咁我嗰陣時就好興啊嘛，我唔使講啦，報警啦，唔好屈我啦。咁點知收尾咧就真係嗰個女仔打俾我，即係同我講話係佢做嘅。咁佢係喺我起身之前攞咗鎖匙翻部公司，同佢一個同事偷咗啲單。走了收了啲錢而家走。咁走嘅時候咧，就打俾我咧，就叫我唔好爆佢出嚟。咁我呆咗啦嚇。咁其實同神玩神打嗰啲事就冇關。咁但係都深刻。咁我就翻去咧，因為同個女仔出嚟住，我都識佢爸爸媽媽嘅。咁啊，同翻即係要同翻人哋阿爸媽講啦，即係話你個女跟咗第二個走啦。咁點知佢阿爸阿媽咧就因為得佢一粒女，就同我講佢話：嗱，呢個女咧我就當冇，應承我一件事，應承我哋老人家一件事，唔好俾差人揾到我。佢話俾隔離屋見到冇面啊，咁我 OK 啦。咁後屘就差人真係揾我，因為揾我揾到嗰個女仔，咁我就冇講過女仔，佢話：你同居、那個女仔叫咩名？我唔知喎，淨係知兩樣嘢，就是、英文名啊，同埋同居知咁多做咩啫？三即係、就是、
咁嗰陣時係咁啊，我話除咗英文名同三圍之外，我就唔知噶啦。嗯。咁咧就俾人掟咗去拘留所啦，係咪啊？嗯。掟咗去太子道拘留所嗰度。咁喺嗰度咧都好深刻嘅。咁因為咧我就同埋倉入邊咧有啲就係偷渡者啊，挨一齊，咁啊瞓喺我隔離。咁我自己咧就覺得，即係我不嬲嗰陣時好睇唔起啲內地嚟嗰啲。嗯，咁啊，但系同佢瞓埋一格，就去埋一个厕所食埋一种饭，咁啊同佢讲，我识玩神打嘅，我同佢讲，即系其实想讲同即系我同佢唔同，嗯，有啲，咁嗰个 I I 咧就喺我即系冚住肩喺我侧边，我讲你可唔可以运动场出去？嗯，咁唔得就即系大家都瞓喺度噶啦，系嘛？你識神打，識通靈，乜嘢都冇鬼用咯。咁跟住我就笠埋燈先，其實我喺度行。識玩神打，識靈界也好，寫符好，標同好，其實同佢哋有咩分別？喺呢個部分。嗯。咁就開始問一樣嘢：人係需要啲咩？嗯，人即系同我瞓埋一齐，隔篱嘅女人可以突然间嘣一声攞钱走咗，乜嘢先系真？乜嘢先系？咁就第二日就我阿妈嚟保释我，嗯，我记得啊。咁就我就好兴个差人，即系个差人话啊，探下全有人保释你啊咁，我搞咗成晚，谂住跟住走啊嘛，你同我阿妈讲啊嘛，我就讲粗口闹个差人。咁跟住出去就见到阿妈，咁就同我讲咧就话我阿爸同我讲话，你阿妈成晚冇瞓，搵钱保释你啊！咁我自己就好感受，因为你知，即系听我过去就成日翻屋企又搬咗出去住啊，激到阿妈呕血嗰种啦。嗯嗯。咁就开始翻屋企啦。啊，我话即系点都好，人生去到最后，你出事一定系你父母揽你。嗯。咁翻屋企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簽緊保嘅，即係要等，即係仲要簽，仲要簽緊保。咁跟住咧就開始諗做人為咩？咁識玩神打，識靈界嘅嘢，就算識寫符花字，原來人唔係做人為咩嘅時候，我答唔到。嗯。啊，即係我唔係要 forgive 你，要打幾咩五雷掌咩趕鬼，人唔係要咁我問人嘅，突然間就諗起咧，就嗰陣時咧，即係開頭話嗰間教會嗰啲，嗯，我突然間就好想，即係覺得佢哋即係又唔係好似我哋玩神打嗰啲咁多嘢睇啦，即係簡簡單單一家人好開心翻去教會話去敬拜神，跟住哇，即係突然間好羨慕啲咁，嗯。真的好成，咁我尋日做人其實咪要佢哋個神係咪真咧？做人要嘅嘢係咪真係係佢俾出嚟嗰樣嘢？可能我以為我好悶，我以為嗰啲先係玩神打或者話靈界好多好勁嘅嘢。原來人神做一個人唔係要啲咁，嗯。咁我就開始打電話俾我朋友，我話喂，我想信耶穌啊。咁嗰個咧就比較少足咗，由小學六年班少到出嚟做嘢，你諗下。咁我就係知係基督徒嘅啫。咁佢就舊時都同我講過啦，即係講好多咩我哋信耶穌又可以唔使犯，唔被罪捆綁，係最記得嘅。即係你哋又被罪捆綁啦咁。係。又唔食煙，咁佢話佢可以自由食煙，咁我舊時食煙噶嘛。咁我佢又話我唔得咁。咁我挑戰佢啊嘛，我話嗱，由而家開始呢三個月我一支煙都，由而家開始你每日食兩支，嗯，三個月之後你再擺低俾我，咁咪就走咯。仲有好多嘅，不過費事喺個朋友教壞人，教壞人。咁但係嗰一刻就無端打俾個朋友啊，話俾佢聽啊，我想信耶穌啊，嗯，咁佢都呆咗。嗯，咁我话同个女朋友散咗啦，而家孭住单嘢，但系好想翻教。咁我翻教会嗰间教会嘅时候咧，又系咧，即系如常一样咧，就听即系翻到去，咁咪嗰个女传道讲道咯。咁其实我唔知佢噏乜嘅，佢噏乜都好啦。咁我嗰阵时就可以忍你讲几耐，到最后我净系问佢一个问题嘅啫。我问佢做人系乜？即系我真系想问呢样。我话做人系乜嘢？
咁佢就呆咗。咁我仲記得係邊個女傳，好多謝。咁佢話每個人都唔同嚇，做人為乜嘢？睇嚟唔穩啊。我跟住我問佢第二個問題，我話喺呢度揾唔揾到？嗱，我坐咗個幾鐘啦，即係因為我好清楚我嚟係想揾啲乜。如果冇就冇嘥時間，有我就真係擺時間。咁我好記得佢同我講咧，佢話只有喺創造你生命嘅創造人生命嘅上帝裏邊，你先揾到生命。嗯，佢话你喺呢度揾唔揾到，系睇你点追求。到今日我仲记得。嗯，跟住我系咪即系呢样嘢唔系神打或者咩俾我，而我想揾嘅嘢系咪喺基督教嘅里边咧？生命做人为乜？咁我做咗几廿年都跟住话唔知为乜，我成日都话再几廿年之后会唔会有一日又坐喺度又系问呢位？咁、我就开始翻教会，开始真系。是的，我就觉得是这样。所以其实你信耶稣呢跟很多人即抽离那段的经历呢，其实跟很多人都可能相似，即遇到一事跟着问人生意义问题。就好像但是就那个灵界的经历呢其实又帮不到你这样啦。那会不会其实信耶稣之后你之后还有这些经历或者是完全冇曬呢啲經歷咁樣咧？其實你講靈界嘅經歷咧，嗱，即係我自己本身信主就好清楚，佢生命係屬於上帝。咁有一次咧，就我瞓覺啊，即係我自己間房啦嚇，翻咗屋企就咁咧就好清楚咧嗰個感覺，或者咧都知道咧有靈界嘅事嚟。咁因為我哋會 sense 即係感。認到一個好強的怪，即係玩咗咁多年啊！係啊，係，即係有咁就跟住就問點咧咁樣，因為嗱，譬如舊時咧就我哋玩神打咧就會有啲咒啦，有啲符咒可以打佢哋啦，或者話咧有咁我哋就算練主禱文都唔係啲咁嘢嚟噶嘛，又用冇乜嘢練噶嘛，即係係係，就即係信耶穌冇乜趕鬼咒啊咁嗰啲，係咁就眯埋眼一路祈禱。咁我記得你係咪話嗰次瞓緊覺見到個窗有啲嘢嗰啲好似係喺窗出邊啊？咁跟住一路嚟，咁我就會好嗰、那個恐懼感係好強。咁我就一路去祈禱，我話耶穌，我信咗你，即、就、係、是、我相信你一個真神，即、就、係、是、你係萬軍，即、就、係、是、我記得你是萬軍嘅耶和華，你住咗喺度。如果你係一個真神嘅時候，你就保守我，保護我。即係去面對呢啲，即係我唔知啊，又唔可以用劍指，即係舊時玩神打用劍指打佢，或者用啲咩咁冇啲咁嘢，咁就只有咁咧。對我嚟講，一個好有人認為係好平凡，但我認為喺靈界裏邊一個好深刻、好重要嘅事去發生咗。好重要嘅事發生咗係乜嘢咧？就話當我一路祈禱之後，我係好平安瞓咗覺，直到我再有知覺嘅時候咧，係第二日嘅朝頭。咁就冇。冇嘢睇啦，唔係神魔大戰 bling bling， 有隻魔鬼有道光咁，係咁點解咧？如果真係我唔知道有冇啲同靈界接觸過嘅朋友啦，或者係喺方面，如果有靈界嘅事發生，嗰晚你係唔會有平安。你唔會有平安，無論你係要點處理，你知道佢嚟緊，甚至你話係我真係瞓咗喺夢嘅裏邊，喺裏邊你唔會有平安。而耶穌的能力可以去到當這些事發生的時候可以平安到第二朝起身很舒服，我覺得裡面那個能力是很大的。我不知道你明白嗎？明白即通常我們以為最大最厲害的時候當然是哇，跟著怎樣行聖殿，跟著用什麼魔鬼爪煙消雲散一陣火，看得戲多但最強的能力原來不是這樣，最強的能力是在敵人的面前為你擺設，你裡面那種就睡了，第二天可以神就帶領在這些的裡面，你就原來是過了了。所以我第二天就是我覺得上帝很厲害，耶穌很厲害，那個保守我那個平安 是真實的。明白那你好像仲好似话有种你同我提过，就有种温暖嘅感觉噶，系点样？哦，咁
咁第二朝起身咪好温暖，第二朝因為嗰個清晨好和暖嘅清晨啊，唔係一啲咩刺激咩嗰個感覺，係嗰個温暖，即係起身哇好正喎，有陽光入起身喎，嗰一種，我唔知。即係做翻個正常嘅人咁樣嚇，即係可以有覺瞓啦。唔係，因為昨晚係見到嗰、那個，即係知道嗰個恐懼係幾大啊嘛，知道嗰啲熱嘅能力係嚟緊啊嘛，而喺祈禱嘅裏邊再有翻感受嘅時候，係一個平安温嘅早晨喎。咁你諗下間嗰一個保守係幾大咁樣？係。所以我就覺得係咯，就係即係你問我，我就有一個咁嘅一個好深刻咁樣嘅經歷。但係之後就即係你信咗耶穌之後咧，就即係你有冇話祈求過我要脱離曬以前嗰啲嘢，或者係你冇特登咁樣祈，但係就好自然就冇呢啲咁嘅嘢發生啦咁樣。嗱，因為我哋舊時咧玩神打嘅時候入門咧係要。全身寫符，咁寫完符之後咧，就最後咧，會喺壇上有一條布啦嚇，或者一條咒啦，一路落去繞住頸啦，咁到最後發毒誓啦，跟住咧要食，即係有一粒符咧擺落，即係真嘅符咧，由師傅擺落口去吞咗佢咯。咁跟住初一十五咧，我哋會翻館咧係飲符水嘅。即係飲符水要背一段好長嘅文啦，就由創即係叫創世開始，直到一路傳到我哋嘅師傅邊個傳俾邊個點點點。咁初十五我哋都要飲符水。咁你話到信咗主之後，有冇需要讀舊去解啊？即係或者去脱翻啊？我係冇嘅。我覺得唔需要嘅，即係我個人係覺得唔需要，因為我信耶穌就係信耶穌，我係屬於上帝，我生命喺上帝裏邊已經係被更新嘅一個人嚇咁樣，咁所以就冇特別，咁就同埋我哋舊時咧就揾神打嘅人咧就即係譬如基督徒就會攬十字架啦，咁我哋會攬一條符嘅，一條符咧都裏邊有啲即係寫咗一啲嘅花字啦，寫咗啲嘅符咒。咁咪屬於我，咁就到心理嘅時候都冇話特別點去處理，就即係擺咗櫃桶一段時間，到有一日執嘅時候見到依樣嘢，覺得唉依樣嘢都成為過去啦，佢掉咗。所以即係其實就好自然就斷咗，跟住就好似一般基督徒咁樣學聖經啊、聽到啊、成日基督徒啊咁樣嚇。我覺得就係、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即是整个人已经是更新，是属于主耶稣。明白。好，咁啊，多谢阿谭牧师啊，我谂咧，差唔多半个钟多啲啦。咁啊，就我即系你知依家 YouTube 唔可以咁耐，啲人睇唔晒。咁啊，我仲有嘢同阿谭牧师倾下嘅吓，就关于即系。依家又講通靈，或者又拉埋喺呢個靈修，甚至即係講到依家都有人會受到啲邪靈嘅困擾啊！喺嗰方面嗰啲咧，我哋下次傾啦，好嘛？好，好多謝牧師，係咁啊，我哋再傾啦。好，拜拜。